食饭，食未食饱，够唔够食？一啲都唔肥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台湾新住民西西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颗叫做九里香，这颗就是香水柠檬啊。这一颗香水柠檬。然后你奶奶这一个九里香很贵的，几千块。你奶奶嫌它还是觉得不能种菜是吧？柠檬，摘柠檬，对，香水柠檬，很香的。之前摘过一次了，所以现在感觉柠檬好小。很香的。所以那个柠檬，那天买的那个什么柠檬茶是不是这个？对。这里还有一个茶花。来。没有大的，我真的好香，我现在隔了两米一米多我都能闻到这样子，连我放屁也会被压过、啊、对啊，肯定。嗯，太这个是一种好香啊，香水柠檬，它是扦插的还是怎么样的品种？这颗是原生的。哦，原生的，太香了吧。这个种子可以再种出来吗？对，它这个啊，这个是小心点。嗯，好痛。小心，小心。它小个楼的。你又农改可能又要把那个刺给弄掉。这个是灯笼辣椒吧？辣吗？你摘一颗尝一尝。直接吃啊？我诚挚建议。我可不敢尝。我以为能骗一下人。你可骗不到我好吗？是吗？我都骗得了你。所以你说你承认你是骗到我、啊、哇，这个木瓜也太爽了吧。苦麦，我们叫苦马菜。苦麦，因为这个菜的名字苦麦菜它就是带点苦色的味道，然后现在改良就变成甜的了，甜菜了。但是甜的话还是叫苦麦菜。嗯，甜苦麦菜咯。那这种是什么菜来的了？橄榄，芥兰，橄榄，尝了吧？这个游泳池，那边养鸡，这个养鱼，那个养空，里面有鱼，好，这边丢进去又不吃，又太小个了，没有人愿意吃。木瓜，你看那个它上面那个肥呀、啊，看着挺丑，但是有草莓耶，哇，够吗？可以吃？它那边掉了一个，这个烂掉了，不吃，不吃。不吃，就草莓挺高长的，这边还有一颗。好，哇，太好了，这边、啊、对，这个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，不要摘，没红啊。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草莓园，但是最近天气很不好，所以草莓肯定不好吃、嗯、不然我就带你们去摘草莓来，就是在高铁站出来 有几个草莓、嗯、我有去过那边，是不是也有一盘？那盘没果，拿着吧，丰收，大丰收。丰收了啥？这个是黄芪的粽子。来，先吃那个粽子，吃吧，待会凉了。广芪的粽子，黄色的，对，黄色的，很香，你闻一下，很香。因为这个粽叶很香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这个腌的那种。谁要吃饭？我吃，他肯定吃。这个是沃柑，那么丑，你别拍这个了吧，太丑了，好，长得太丑了，没有好看的，现在都是水果了，都没有好看的，因为现在已经快过季了，摘完了，过年前就已经摘了，可以夹一下中间，这样夹它，哦，不是这样夹，是这样。然后这样用力夹，把它夹断，对，用力夹，是的，但是那个对，好看，再夹你掰开，然后这里面是有芋豆，那个野菜哦，仔细观察一根菜，来我来。啥菜？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那个鬼针草，那个长白花那个？哎，我们叫什么来着？我们叫
白花菜，好吃吗？是吗？大家练聊啊，这个菜心非常好吃。又来的蹭吃蹭喝了，菜花真香，哎呀！现在炒了，晚一点。现在炒了，你们吃不完，晚一点他也吃的呀。晚一点再吃，我要晚点再炒。没事，他炒了，你不吃我吃。OK， 因为老板托已经把这一盘吃完了，太好吃了。那个时代的浪漫就是送一盆菜花。对，是浪漫就是送一盆菜花。奶奶说我们太好玩了，有又不吃爱吃青菜，因为广西昼夜温差很大，所以蔬菜特别清甜，像台湾的种在高山上的高丽菜那样清甜可口，回味无穷。再来一盘。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前往一个有趣的地方。不要喝甜了，要喝苦了吗？喝不苦。迷雾是什么？迷雾是两牛奶，有冰，有冰沙，冰沙不喝冰，有冰的，清冰的，是清冰的，不要冰的吧，你们都不喜欢，那就喝点拿铁，中医的拿铁，好难选的，快点。哇，他好亲人呐、啊，我的天，蓝猫咖打工不亲人怎么打工啊？猫都来了，天哪，太可爱了，两个。把六月给吓呆了，来吧，吓呆了。嗯，因为很辣，这种黑的，但是我们管它。对，叫做梅老板。然后在黑的，我发现他是，我以为是他是天生的，结果只是太脏了。不知道蹭到了哪里的灰。性格超级好，但是是个美女，之前感冒了，把是个霸气的美女。之前感冒了，你看现在感冒都还没完全好。把颜值给下降了不少。天冷了，感冒是吗？嗯，那很乖的，超级乖的。是不是？漂亮的缅因猫。你这样拍不好看。其实也很漂亮。这个毛花亮。认撸。你是给钱就认撸的小猫咪吗？认撸的小猫咪。像不像后宫佳丽争宠，就差上演宫斗了。竟然被猫都寄居到了你这里，你有什么样的磁场？懒得在睡觉。你看这只好懒啊，这一只。谁说我懒？我这不正常营业了吗？生气气！理我理我！走开，阵乏了，要睡觉。他不理你，让我来，我抓，拿来吧你，真没劲，还看你可怜，陪你玩一下吧。他叫阿呆。阿呆真的好，好大啊！把脸露出来，大哥。不露。你没有带过阿呆出去玩？打我笨蛋！哪来的你？
他说因为他会开门，所以把他关在了那边。好。嗯。一是宠幸了那么多猫猫，撸完猫坐下闲聊，接下来几天我们去哪玩，聊到曾经的大理之行，但是双廊没到，因为那时候车，我们下期精彩继续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